哪个仓的路过脚步吗？对啊，发现了呀。嗯，贴一下试试。二哦，楼不我动。头上，我头上，正我二边二楼，啊，四边二楼，同那个嘞。炸残了，我去抓他了。这个楼上有，啊，没人架我，帮我架，哦，帮我架窗户，这个打了是吧？这不就是上排上把我们的队友吗？是。啊，这就上把队友，问他一下，他队还有个人在哪？啊，现在，啊，现在，啊，现在，他把这人先补了。是你？怎么是你呢？M 四在屋里，你们房子后有一个。点上二吧，房子后我丢了。被别人狙。一炮给我。被人飞了，兄弟。点上二楼好像有两。姐打三枪跑进去了，一路跑进去了，对，打三枪，他出来扔那个道具跑进去了。一楼一楼一楼，那个房子本来是二楼，二楼。我有这枪不行。连来脚步，四秒，他队友开车过来了，一会儿呗，我们俩先打，我这一，神秘，被我听到了，在我这边了，人家移过来了，叔叔。不然。他顶着我，他顶着我。连又来车了，又来一辆，又来一辆。我先去杀这个。又是刚才的路线。一边石头，我脸上。我脸上，我脸上两个，一边石头在救救。近点有个雷的。我没烟了。再连打了，我们得帮主了。这石头还是？这石头。打头了。我这距离打头没死。扔到。就那石头，就那石头。打他两枪。我第一个打人救起来了，我又跑了。射一个，射一个。完了，这右边。这里人刚拉过来了。刚拉到了吗？弹都打没了。哦，脸上来那个，脸有个射烟囱的，四边方向。之前两个人，一个射的，一个大炮。哎呦，我没子弹，我只有二十几分。
二十三十一，再沿着四标底坡走。四标底坡一个。我还进来了。来爬出来一个，我看有没有别的队友，还有一个。这个打头了。现在我卸了一个。我推个一半试试。左边有个拉渡边的车队，拉到你屁股了，拉到四标了，黄线拉，绿线拉过去了，两个围墙，就在围墙里面趴着的，啊，跑出来一个，麦走，别走，别走。加站一个，一个拉车的八六，啊，加站死了，那就一个拉车的八六了，拉到标点附近那边。我是看到那辆车了。具体停车位，啊、具体停车位应该是四标附近。加车嘛。哎，好。八六。啊。能拉的地方很多，我这边你看你左上。拉八六。哎，左边，左边。他以为我没看到他是吧？